这是我们辽源的矿工墓啊，有当年日本侵略者侵略我们的铁证。今天是8月15日，日本投降纪念日啊，78年日本侵略者投降纪念日，815啊，必须来这种有纪念意义的地方，让大家看看对我们的八大酷刑，狼狗咬，看到没？看、啊，还有在绑在肚子上的那个。只有今天来拍摄这些地方才有纪念意义啊！这都是铁证啊！最重要的是警惕啊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现在日本鬼子还在蠢蠢欲动。各种酷刑，看到没？看，这是奴役我们，我们当年的工具，万人啃狗。影视资料。这就是汉奸日伪时期主要矿山事故统计表，看死了多少人，看这都是铁证啊，矿山风云。后边是咱们这个矿工墓烈士墓啊，哎，来的有点晚了，哪天早点来。今天我来的有点晚了，一会儿要下班了，可能给大家拍的不全。